Hello， 欢迎来到 Joanne Travel。今天呢是大年初八，现在时间是在下午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要跟我的家人来这边买那个太岁符，拿牌给你们看。现在我自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呢？哎呀，这边是拜一到拜五，10点到5点；拜二礼拜10点到6点，公共假期休息。这边很多东西卖哦。要手链、衣服，还是那种拜神的都有。我给你们看一下这边超多东西卖的，你看这种四字巾都有，还有很多这种珠宝，很好生意耶。看这一个跟龙翁笑到几开心，嗡嗡啊！我们拿了这两个，现在我已经把它折起来了。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，是不用钱的。你去到 counter， 你跟他讲你要那个太岁符，他就会给你了的。所以他是派送完就没有了的哦。所以如果你们要去的话，要拿的话，你们赶快去，派送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回到家了，哦哟，回到家又好用车。真实的吗？真实的反应吗？哇，还放鲍鱼先啊？要美香先。太差太差。看这卡， okay， 哇，来这边拿钱了，这卡。再连哦。哎，中医啊。看这两个是来骗钱的，这两个，你看，来出钱的，你看，你看我这边是在这样子罢了，够可怜的。现在呢，已经到了亲戚家了，很漂亮哦，这个家。现在呢，我坐在这个外面这一边，等待我的家人全部来，因为还没到齐。待会我跟家人们吃一餐。你看这只狗够大只哦！你看这只狗狗，我们一起坐立。哇，好大的家！没有的，应该还可以再上去哦。开餐喽！开餐喽！现在我们开餐喽！饭后甜品，又有水果，还有冰，还有牙菇。这个 orange 讲不一样哦，但是讲真的蛮好吃。吃饱了，开台开台。这一边开麻将桌，那一边赌牌。超热闹，超多人的。现在来姐夫家拜个年，今年初八，所以这边呢有拜天公，所以这里是很热闹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我一来到就看烟火了。哦，这是他们孔明火饭啊。喂喂喂，走水了。现在已经到姐夫家了，这边很热闹哦。
点香的方式，你看一下几厉害，真的是哦，这样还快哦。这算是什么煤气啊？盖斯炉啊，哦，你看这盖斯炉几厉害，哇，小盖斯炉哦，哦，现在烧大香了。你看我们这个要烧的这个已经到顶了。来大家烧你看，现在哦还有冰雪可以喝啊，哈哈哈哈！因为这个是姐夫开的冰雪，来可以插了。来，我给你们发财字。这个看不到了。我看到是5155啦，但是这个第二个哦，好像不懂什么号码。没有，还给他妈妈一只裙子的，不是什么。哦，我还在一边找有没有绳子，原来这边不是绳子，这边是大祥的字，他们写生意兴隆那些。哇，这一个好长哦，你看，超长的这一个。现在等他放，我们还没有放。来呀、啊，来。到现在都还没有摆好，你看多长哦，这一个红泡，哇，好长哦，你看长到直接到那个顶。在我们还准备了这个灭火器，在家里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赶快灭火。泡了红泡，现在要烧这个东西，我也不能讲讲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我帮忙烧这个金子，好啦，今天这个年初八的这个 vlog 呢，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了啦，我们下个 vlog 见，拜拜。